个质地也是糯叽叽的。这个里面都是栗子。是新出的甜甜圈。这个可以拉好长啊。
它这个中间有奶油，还有一层草莓酱，上面这层皮糯叽叽的，然后甜甜圈的这个质地也是糯叽叽的，特别特别好吃。睡着就想，真的是
然后今天就想着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水已经变得特别特别的浑浊，之前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清澈的，但是等这两天洪水警报过去之后，它就慢慢会恢复之前的平静。看这个水草都已经被吹成这样了。昨天的话吃了这个草莓味的，然后这一款的甜甜圈一共出了两种口味，一种是草莓的，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柠檬的。因为昨天觉得太好吃了，有点不够，所以今天又去买了剩下的一种。这个是日本的甜酒。
有一股麦芽糖的味道。好可爱。